So today I've got you a VOD of Xiaochaomeng. For those who don't know, he's reached rank 1 on the Chinese super server, playing mainly fighter champions. People know him for his laid-back demeanor, and of course, his incredible skill. I've made the subtitles a little bit easier to read, so I hope you guys notice a difference. Enjoy the video, guys. You're not A塔的吗？你不是来A塔的，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昨天是上把的亚索啊。 小丑剑姬，大师剑姬就这啊！我甚至都没有带点火啊！ 对，我把他破绽卡住了，不给他打他的破绽，没有破绽的剑姬就是牛马，脱下他的不灭之物。哎，我操，这我他妈不来了，太吓人了。 请问需要帮助吗？怎么感觉你已经满头大汗了啊？哎，我感觉我需要突破，再好好的蹂躏一下你啊！人呢？线也不对了啊！七个刀是吧？嗯。 买了什么？两瓶药 ，OK， 买两瓶药是吧？啊，我不给你吃经验怎么了？啊，冲一下，一，哎，咬住，一走，怎么了？冲上来，出发这么着，一个 Q， 哎，炮车没补到，我小丑了对不对？拿个破绽 ，OK， 炮车没补到，真该死啊，近期。 他也没踢，我也没踢，可是耗，耗死他！哎呦，还好我一个亿全部收下，刷个破绽先，再压他。补炮车吗？哎呦，轰动 Q 你一下，补到了吗？好像没补到啊你。哎呦。 真是令人遗憾呢！啊，冲冲冲！啊，咬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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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急，你拉一下。我塔皮没吃到吗？别急啊！ <笑>很急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让我先升个六啊！我塔皮没吃到，有点亏。哎呦 ，Q， 哎，最后一个刀没补到，可惜。 这纯玩具，我靠！我带的 STO， 我马上就来，你等我一下啊！又是哪路劣势啊？螳螂是吧？下路又是劣势啊？怎么我的下路就没有优势过？哇，螳螂 nice 啊！好强龙螳螂。 进进呢？哪去了？吃果子去了？啊？人呢？又回家了。迎接暴虐吧。
加这么大。 你好像没有 TP 哦，怎么办呢？又回家了。哎，我不让你回，哎，想回家啊？不让你回家了吗？哎呀，回家，回家也是得我让你回，你才能回啊。上面有个标，准备躲标。先回一口气，不要我，不要我。 不要我，不要我，不要我，打先崩是吧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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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跟武器去，我这波怕是要死。就这，就这，花一朵很啊啊！所以要回家买装备了，没时间管我的，棒你也得毙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怎么下的？ 修都不太会Q了啊！压力这么大啊啊！压力这么大，压力这么大，压力这么大，压不这么大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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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顶不住了，哎呦太痛了太痛了！要被打死了要被打死了！哎呦哎呦咬你一口！哎呦，顶不住了顶不住了顶不住了，怎么这么痛？ 哎呦，我塔前，没事，中单也很肥，他吃也没问题的。 减600，我靠，一塔600块呢，没事，我已经很肥了，你吃吧。迎接浩劫吧，直接选手，这把队友有点劣势，我不出破败了，这个剑姬已经不配我出破败了。 他甚至连跟我抗衡的能力都没有，压根就不需要破败，太浪费。随便打啊，随便打，我随时就位啊，给我打。 怎么我下路把把劣势啊？下路没有优势过啊？又送人头是吧？小心你的幸运分啊！等下我举报你，狠狠的扣你5点幸运分。花傻小子，真。 不用管他了。Killing spree.
举下路喽！呜呼！现在让他发育，他都发育不动了。哎呦，打小兵都打不动了，让这剑姬刷他都刷不动了，我靠！别他妈被小兵单杀了，我操！都打不动小兵了。 小兵都十级了，剑姬都九级，怎么比小兵等级还低？等我来，我再绕后。怎么说？有没有说法？ 拆得动塔吗？啊，拆得动吗？怎么拆塔好像也拆不太动啊？啊，要不 TP 跑得了？TP 走了 ，TP 走了。 啊！别给他们！你将知道什么是痛苦。你在打我吗？啊啊！ 为啥出深渊？现在深渊很厉害啊！因为现在自然之力太废了。 知道什么是痛苦。我都不想杀你了，算了，还是杀一下吧。啊，算了，又不太想杀了。 左一死了是吗？那对面四个人也拿我没办法，直接冲就完事了。呜！直接开大龙得了，没闪的他打团100%活不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大龙来大龙。
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上塔我不给他，有战略点的，恶心一点就再来个这个，无敌。不用当人了，直接踢到这里，我就明着告诉他们我要大龙。我还一个一千盾的选手呢，不用给我打，他打不死我的。那不要打我回城啊！啊！就这点伤害。哎呦，没回起来血！哎呦，大清雨了，我的！啊，这怎么办 ？W， 没 W， 我的，没切掉他呀！吹着一个灯笼把他救走了，等龙魂吧！我的。没把 ADC 给秒了，这不有个防御塔你知道吧，没防御塔是其实可以随便冲的，有防御塔没那么好冲啊。我这血手的盾应该是开大招还能加一些的，开大招加400滴血的话应该是1500左右，他买大重伤了，然后以及有个防御塔，我上去收波线升个16级，再去小。哎呦，螳螂别死了，我吃波线就来。1200大招550滴血，他们这波要接啊。可以，好秒，打不过对面 ADC。龙魂直接放了对面。他们在等什么？那我们只能等下条大龙了。现在这个守塔能力还挺强的，那下条大龙把他们三路破了就结束了。稳健玩法的话，我是其实还是有不稳健，我没有回家就又上去了，送出了1000块，然后出完蓝盾可以再出件输出装了，感觉出个黑切，比如说4件套了，对面的这个 ADC。
1420。剑坤12级啊，怎么还没有小兵等级高？你不打个红再来吧。我带他们压过去吧，他们要推塔的话。啊，一波不了，对面左翼守塔的话，一个啊，把小兵给打掉了。我顶了一套，能一波得了吗？那一波。这把鳄鱼玩得非常的精彩啊，我操，太 C 了，两个字血 C， 我操，跟上把猴子一样，直接把对面给掀翻了。给中单点个赞，中单玩得也很不错，如果他能更相信我一点就更好了。